各位的意见我想都很重要的，正如刚才黄老师吴女士他说的，这只是一个研究计划下面的公听会，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程序，才会真正到最后由政府公布的事情细则，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执法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各位还是可以透过所有的管道继续去表达各位的意见，会相信以后也还会，比方由政府单位主动来召开的公听会等等的机制，继续在台湾各地来发生。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，谢谢。